没问题。那谢谢董事长，先走了。哎，等会儿。老板，给我来一个今晚最大的包间。好，来。老板，我要订一个包间。好。不好意思，哥，我刚才太着急了，没看见。你他妈瞎呀？没看见？你知道这酒多少钱吗？实在不好意思，哥，你看多少，我赔给你。赔？你赔得起吗？要不你陪哥玩一会儿？说多少钱？10万。10万。不好意思，是怎么回事？不好意
少干。兄弟，你提不起钱，一瓶酒20万。我有没有钱跟你有鸡毛关系？我不管你们今天卖房也好，还卖车也好，今天把这个钱给我赔了。据我了解，这瓶酒市价就从20万。2万块？你他妈打发要饭的吧？你知道我媳妇是谁吗？我弟妹啊，安氏集团的项目部经理，知道吗？他媳妇哪个集团呢？安氏集团，害怕了吧？安氏集团，那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谁？来，你来过来告诉我，他是谁？他能把我咋的？他就是安氏集团董事长。董事长？姐，你听没听见？他要是董事长，我就是天王老子。我难怪刚才看这个酒，跟我酒房的一壶酒一模一样。你是小千的男朋友，这个酒是我让他送给你。你怎么知道我女朋友的？难道你真是？哎呀，老弟，你别听他吹吧，我弟妹的名字在那一片，谁不知道呢？你看他全身上下，哪里像个董事长？也是啊，你是不想赔钱吧？你个臭婊子！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如果这个钱该赔，不管多少我都赔给你；这个钱不该赔，我一分都不会给你。你挺猖狂呀！你信不信我他妈找人弄死你？哎，姐，你没必要跟这种人一般见识。赶紧消停，把钱先给我赔了，这事儿就算拉倒。真可笑！我都说了，这个酒是我送给你女朋友的，20万块的酒，你跟我要20。看到没，姐，那还在那装呢。那我谢谢你了啊，董事长。他是董事长。我不想跟你们争论了。这样，我给你女朋友打个电话。好的，我马上过去。看到没，姐，这装的是真像啊！啊，就是。我是不是在这装？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你要是董事长，你要是今天能把我女朋友给我叫回来，我从这儿跪着给你爬出去。那你一会儿就准备好你的膝盖吧。你个臭娘们儿，你们合起伙来在这儿跟我装逼是不是？不打女人是吧？那我今天我他妈就打你！哎，老弟，别冲动，你还得让他赔钱呢。把他打得太狠，当初钱不好拿。你兄弟跟我打，他也不是对手。怎么吧，应该快到了，你还跟我装逼是吧？住手！你怎么来这么早？董事长给我打电话，让我过来的。谁是你们董事长？他就是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送你这瓶酒，20万块就撞了，不小心被我女朋友撞碎了，她冲我们要20。不好意思，董事长，没想到这件事情这么巧。没事，这跟你没关系。对不起，董事长，我真是狗眼看着你，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吗？那这20万你还要？不用，我拿伞。那我就先走了。不好意思，董事长，我今天礼拿朋友过生日，怎么就给你上税？等会儿你去公司。